照你的慈爱怜悯我，照你丰盛的慈悲撤销我的过失，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，也洗净我到无罪。只是请咱三个起立来做了上帝做感谢的祷告。上帝十诫界第一诫，我以我的名来上帝。第二诫，那为了家己条件无上，本意的弟兄家己的主意来所为你，拢唔通做为弟兄，唔通偏待伊，也唔通服侍伊，因为我也我的上帝，万万不用问我的上帝，你我老，我不爱的我对着你的罪，对你到天发誓下来，因为我是我来的面，我是为我的一个存在。第三界。虽然有失望，总是你也予我盼望。恳求你赏赐我一颗勇敢的心，予阮会当面对着家己生命中一切问题、一切困境，甲阮一切软弱。也恳求你保守我一生的脚步，拢行伫下伫你的旨意，拢无偏离。若是阮的软弱有气力临到阮的生命中间，也恳求你用温暖的双手怀抱我，用笑面款待我。用疼关教我，让我们再一次会当倒转到你的面前。只是我们三个担心，将阮团体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。无论是主日落的夏令营、青少年团体的底选，以及所有团体的时间，我们献上阮的祈祷，恳求圣神大大帮助着阮，来掌管伫这中间，让更加多的迷信者借着这时间，伊们来到你教会，认捌主，接受着福音。也恳求你，予阮每一位参与伫其中的兄弟姊妹，也伫服侍中间三甲扶持，成做具体，同心完成主你所交托阮、交托阮的使命。也就是阮要恭敬，将今仔日的礼拜一切丁事，拢交托伫主的手中。恳求圣神三甲和阮同在，也予阮每一个人，拢会当对得到对天来的稳定，以及教会的鼓励。同心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Amen.